挑战者是现年25岁的红红法同学，学习魔法有7年的资历，曾经远赴英国参加魔术奥林匹克大会，擅长近距离魔术的红法即将带来拿手的入学作品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法。那接下来为大家带一段魔术表演，我需要一位现场最年轻、漂亮、美丽的观众。你又回去？姐，姐，你怎么自己就先出去了？还没讲完呢。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超微星期天的主题魔幻餐厅。那接下来表演呢？你会看到桌上有餐具和杯水。嗯哼。那我想麻烦你检查一下桌上的筷子，好不好？好。摸摸看没有关系。对，拿起来仔细的摸摸看，拿出来，对，拿出来，是真的耶，没错。那请你两只筷子之中选一只给我。好，你要这一只吗？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只扎实的筷子。哎 ，OK， 是。好的，那其他东西可以先放下。哦，这没关系，我可以拿着。放下，我们很期待的。知道。那。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帮忙、啊、我想跟你借一张钞票、啊、钞票，对，虽然这个事情跟女生开口不太好意思，你有钱吗？那我们跟主持人借好了、啊、对哈、哦，我们这个面额越大呢，魔术会越精彩。谢谢，来，谢谢你小童哥。接下来用到这张1000块钞票和这只筷子，筷子，接下来仔细看，我把筷子放在钞票中间，好，大家看一下中间的位置。小钟哥，钞票可以折吗？折可以，没问题啊。但是要还他就对了，要还我最重要。放心，如果我这个魔术有任何失误的话，我2张还给你。哎、这没问题，这蛮好赚的，蛮好赚的。尽量发生失误哈、哦。喂，来，我们导播看一下，观众看一下。现在筷子在钞票中间，对，没有问题。是的，接下来仔细看，小钟的钞票这个位置，用这只筷子慢慢的，啊，切断它吗？啊，错了，这可以播吗？是损毁国币耶！啊，是，非常清楚看到它从中间的地方切割过去。啊，小钟，我刚刚有说。如果这个魔术失败的话，会变2张，要赔我2张，对，2张，不用紧张哦，完好无缺。你知道变2张有很多意义吗？从中间切成2半也是2张吗？哦，所以我这个魔术是成功的。哎、嗯，播球。这是一个开场而已，来，先帮我摸摸看，这钞票有没有任何不寻常的痕迹，或是任何是真的，还是完好无缺的吧？这次我们让这张钞票换个方式。这是我们直的折，直的折。来，我们秀琴姐 check 一下，摸摸看，在中间的位置，扎实的筷子，没错，很扎实，对，真的，很硬哈。这次我要做的事情比刚刚单纯，我要从中间的地方用这只筷子往上戳，像这样。还没有哈，不要紧张。吓我一跳。对，小钟不用紧张哈。钞票呢没有那么容易破哦，我们仔细看，中间这个位置像这样子，1、2、3，哎呦，我们很清楚看到钞票卡在筷子上面，这表示它已经从中间的地方戳破过去，像这样子。啊，你完了，你要陪我两张，伤口长这个样子，真的穿过去了。对啊，麻烦秀琴姐，我们今天需要你的帮忙，帮我捏住钞票最上面。好的，捏紧，仔细看这个位置。像这样子，我们check一下中间的地方，仔细看，1、2、3，啊啊！你完了，你完了！你有感受到拉扯的力道吗？有。小钟，你有听到心碎的声音吗？我心碎了。你没关系，他要赔你2000。来，秀琴姐，打开给观众看一下，这张钞票是不是依然完好无缺？亲手打开还没有关系。骗笑，闹可怜。我的妈呀！好见鬼，好可怕、哦，这厉害耶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真的有听到那个，那一声好大声，对，我的手都感受到了。
筷子完好无缺吗？这是刚刚检查过的。请问你是林界的朋友来的？怎么可能？好，接下来依然用到小众这张钞票。我们稍微把上面数字记一下，这是所有国家的钞票都一样会有的流水编号。对，我们记数字部分就好。好，仔细 take 838675。好，袖子稍微卷起来。好，卷起来。我说我起立了。好，我们起立。我要给你。仔细看，手是空的。接下来，这张钞票这边对折，对折，再对折，放到我左手中间这个位置。OK， 仔细看，中间这个位置，我们稍微给镜头确认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慢慢的给它推进去。这种钞票会在我手中瞬间消失不见，前面后面都没有，当然袖子是卷起来的。我们谢谢小钟，谢谢。喂，钱啊，钱啊。好了，当然不可能这样就结束了。对，今天既然1000块我们小钟哥都已经付了，再往下看下去也没有损失的嘛，所以我有为各位带来下一段魔术表演。这边呢用到的是一副扑克牌，是，当然各位一定常常看魔术师变扑克牌魔术，对、啊、所以我今天带来的不会是普通的扑克牌哦，它本身就是一副非常特别的扑克牌。哇哦，扑克牌，是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两个洞，喂，每一张牌都有、嗯、对，这样一张一张看太慢了，这是筷子。OK， 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可以像这样子这么这样看，哎呦，穿过去了，我肉眼看得很清楚，可以挂在上面，每张牌都不一样。接下来秀清姐，麻烦你从里面选出一张你喜欢扑克牌，抽出来给各位观众朋友看清楚，抽出来没关系。好，那就这一张喽。好，让各位朋友看清楚。可以了，谢谢。辣妹驾到，把它放回排队中间。我以为辣妹真的驾崩啊。最近也亲手放回去的，我们向下合起来。是的，您会洗牌吗？简单的洗就好了。会。好，稍微把牌像这样子。好，那你稍微帮我把牌洗乱。OK， 小心。哦，藏在王道，非常专业。好，我们谢谢秀婷姐。不客气。接下来我要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找出你刚刚选的扑克牌，用到的是这只筷子，依然是这只筷子哈。嗯哼。我要用这只筷子找你的牌，怎么找呢？你要像这样子握紧这个筷子，把牌的花色点数传达给他。好，麻烦你握紧它，传达给他。怎么传达呢？想着你的扑克牌。把筷子像这样子移在你的头旁边，非常好。这个姿势呢，大概维持30分钟就好了。永远一辈子，我喜欢那个姿势。那你筷子可以交给我了。这只筷子现在已经牢牢记住你刚刚所选的牌。是。这位置我们给它穿透过去，稍微看一下。我们增加一下难度，稍微切一下牌好了。对，仔细看。这位置给它穿透过去，中间的地方我们稍微摇晃一下。接下来仔细看，啊，我起鸡皮疙瘩了。梅花二，秀清姐，这张就是你所选的牌。你看我是不是起鸡皮疙瘩？谢谢大家。我觉得这个很帅。哦，这个厉害。好棒哦！哇，还有吗？好厉害！啊，1000呢？我的1000块嘞！哎，不是1000块嘞。来，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，通常一个专业的魔术师表演到这边，这表演应该就结束了，对，完美的结束。啊、但是呢、嗯，我发现现在现场有人啊。大家都是笑脸，现场有一位观众好像心情不太好，
好像在场有人欠他钱一样。对，的确欠他钱有什么好像？对，就把我一千块变不见啦。我跟你讲，欠他钱都没有好下场。对啊，哎，你还对。好，秀琴姐一样，刚刚我们用到筷子。对。还有小钟哥的钞票，一千块。桌上还有那边有一张卫生纸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你帮我检查一下那张卫生纸有没有任何问题？这正常啊，也没有用过啊。好，打开来看一下，完全正常的纸巾。对，是的。好，来一张。好好，接着仔细看这里，手是空的，用到你这张纸巾。这个位置，轻轻的插到我左手中间。来，秀琴姐，朝着这卫生纸吹一口气。这是他的强项。中间这个位置，你好像吹蜡烛一样，你在吹那么用力感？不会吧？当然，上面的数字编号刚刚我没有记，打开来 check 一下，838675。哇，真的耶，838675哎！没有错，完全相同的钞票，又从那神奇卫生纸回到我们的摄影。再定住一下，那个一千块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838675，恭喜！所以这么神奇的卫生纸呢，我们送给秀琴姐您做纪念的，你可以带回家。钱我也可以带走。这么多地方，哎，今天那得裸体啊，其他一摊呢？拜托，谢谢美丽的助理小姐，谢谢。你看了记录如何，尤莉？我觉得很好奇，但是我对那个筷子有怀疑，我觉得那筷子一定有鬼。你要检查吗？你是不相信我是不是？你去检查，检查。我觉得上面应该有胶水，就是对什么东西怀疑，就可以把东西拿回家吗？对，看我的钞票怀疑。这是我的钞票。这个筷子呢，是我在我的驻场餐厅拿出来的筷子，不是同行。我觉得他。感觉会有磁铁，它怎么会让那个排具转上来吗？对啊，它这个设计的很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视觉了回家做。而且它竟然能把那个钞票穿破之后，还要复原，我觉得它有可能是头可以掰一半，然后不是因为吸铁吸住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我本身在餐厅做表演，那我觉得客人使用的一直在使用的筷子，对我本身不用带任何道具在身上，观众完全不会怀疑我身上有任何道具。这种震撼力是最强的，当然直接给你感动。我用的是你的东西嘛，对，并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 setting， 而且你还可以亲手抓着钞票，感受那个力道。所以在你在现场的表演，就不会有一个人上来说看你的筷子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在现场，观众都很，我回去，筷子筷子还人家，说今天没有关系啊。该听一下我们大师的意见，好不好？来，年龄人老师，你今天。应该真的是来念阿弥陀佛来弘法的吧？就是太平，对不对？始终他的语调都是平平的，没有高低起伏，是不是很大问题，老师？因为照你这样的说辞，一路下去，保证观众全部睡着。哎，老师，你说一个表演要有还好有我，你知道吗？要有声调的高低，不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个感觉对观众来说是一种催眠，我可以这么告诉你，这个这么简单的基本技巧，任何一个学过魔术的都可以表演这样一套完整的程序。你认为这种节目可以拿来参加比赛吗？我相信全台湾在用筷子在餐厅使用这个魔术的只有我。你说这种我觉得是有点牵强，要是我是你的角色在那个餐厅表演，我同样我会跟你做的一模一样，也是能用筷子来表演。所以你觉得这个不是只有你能做得到，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而且重点，我们这里不是餐厅，我们在这里是摄影棚，所以你筷子也是自己准备的。嗯，这是一个大的重点，老师提出的质问是在这个地方。我有个建议，我有个建议。哎，我们日升老师说，最后钞票出现在纸巾上面，我觉得不够神奇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这个钞票可以出现在更厉害、更不可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哎，如果说刚刚从我的胸前跑出来的话，可以哦，可以，这是可以的哦。从你胸前，如果从你胸前跑出来，那大家都跑出去，那不可以。人都走光，都转来。可以，可以，没错。你的钞票可以出现在观众身上，这个非常神奇。另外还有一个选择，也许可以出现在餐桌上，出现一些东西嘛，蛋糕、水果之类的东西吧。
可以，这些都可以做到了。对，那可以做到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一旦这样做，你的高潮 ending 就会让人家觉得更加不可思议，更加分。对、嗯、OK。 其实红发我必须要很语重心长跟很客观的跟你讲，假设红发你今天假设没有过关的话，我会替你感到很惋惜，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强弱项。假设你的口条不是那么的好，你的互动性不是那么的佳，你可以搭配音乐再展示你的手法，那么你一定过关。了解。红红发带来他配合工作场合的桌边魔术，虽然获得现场艺人一致好评，但是看在专业的魔法大师眼里，却出现两极化的评价。今晚他能够顺利取得入学资格吗？上段挑战者将带来手法最高境界的华丽魔术，让全场女艺人为之陶醉的表演千万不能错过。